大家晚安。Hello， 我是 Lucy， 我是珍珍。Lucy， 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刚刚柚子还误会了一下我们要讲的这个小点。我们家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叫咖喱角的食物，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它不是放在水里面去煮滚的那种。不是，应该不，应该说柚子刚刚以为它是把水饺放在咖喱里面煮一煮叫咖喱角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这个东西呢，想一下，他刚刚讲说蛮容易在喜宴上面看到。对，你这样一讲，我马上就想到，就是它就长那个样子。对，而且然后它是在就是最后的点心，喜宴点心有时候会是小兔子，你知道小兔子吗？就是那个兔子包，然后里面是红豆或绿豆，对对对，红豆泥。然后有时候是那种咖喱饺，对，大概长这样。酥皮类的点心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很有趣。就是大家有没有想一下就会知道，而且现在年底应该是蛮多人有机会，应该很最近应该红色炸弹一直飞过来，就可以去吃咖喱饺。注意一下，在喜宴的那个餐桌上面，你就会看到这一道料理。大家比较喜欢的喜宴的最后一道料理是什么？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。我们想要知道，不要说水果，我只想要知道点心类，因为我想要吃点心，或者是什么夹春卷那一类也是会有。可是春卷不是说在中间会出现吗？不行，我们聊太久了啊！对，就是这样子。记得要把影片给看完喽。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小点心咖喱角，拜拜，拜拜。